请问在座的贵宾，如何将马未都揣进口袋呢？首先下载我们这款大师软件，根据语音提示扫描鉴定物，资料会上传到云端。我们的服务器里储存了从唐朝到民国的数万条文物数据，大师会实时给出鉴定结果。下面由我来演示给大家。赝品、真品、赝品、他还在那儿干呢。啊，他们领导已经同意他离职了，现在手里的案子结了，就会放他走。王兄，马上就到。怎么了？车钥匙给我，后面的事情你搞定。你什么意思啊？昨天不说让我捅。车钥匙给我。你什么情况？这几人，不是他吧？人呢？韩胜刚呢？悲伤过度昏迷了，现在在病房呢。今天下午万正刚买了新家具送到老房子，准备装修完给赵宏宇住，正在收拾，他失联三天的妻子林白玉突然闯了进来。这个林白玉认为万正刚在九号墓的案件中出卖了他，要和万正刚同归于尽。可正在这个时候，万正刚的女儿赵红宇突然冲了进来，阻拦林白玉。林白玉丧心病狂，开枪击中了赵红宇。赵红宇下意识还击，当场打死了林白玉。这就是万正刚的口供。下周那顿饭，你买单。必须的。下午又干嘛去了？钱一老板，你的辞职报告老李还没批呢。如果下是你去的话，红宇就不会死。
之前赵宏宇啊，就有多起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前科，我们会派一名民警监督他的社区改造的施工。每周他必须向派出所报到两回。啊，哎，小邵，这是民警小邵。啊，你好，我叫邵宽成，以后赵宏宇就由我负责。怎么负责呀？娶我呀？闭嘴。邵警官好了。这是我在电视台录制唐氏讲坛的入场券，啊，不成敬意，啊，谢谢。有话说，有批放。姐姐，我叫赵宏宇。宏宇，其实。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们搬到了那么远的地方。警察找到我，告诉我你妈因为抑郁症自杀了。找我们干嘛？骗你钱吗？我们是父女，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对你有义务啊。你跟电视台主持人乱搞的时候，还记得你有个女儿吗？ 半天不接电话呀，在哪儿啊？在路上。你不会忘记今天的采访吧？我可是一星期前就安排好了的，人马上就到家里了，你可别迟到。不会的，不会的。你今天穿的是浅灰色西装和卡其色裤子吗？对呀。哦，那就不用换衣服了。好的。 万教授，你回来啦！老伴，你怎么才回来呀？大家都等你半天了。哦。哼，真够气派的。哎，同学，请你换个鞋。
不太方便，要不然你替我画。老板，这位是？啊，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对，我是他远房的亲生女儿。也不是太远啊，就是拘留所到这儿的距离。我住哪个屋啊？小玲儿，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谁自诩自己做事儿最稳妥了？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打个招呼啊？这几年你找女儿，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林白玉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那我就太失望了。难道你是故意的？故意当着有外人在的时候来个先斩后奏？万教授，我在为你奔走，为你安排，让你的电视节目可以继续播出。你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给你安排电视采访，不就是为了让电视台给你续约吗？啊，换回来的就是这样的当众羞辱。说话呀！不说话，这事儿能过得去吗？小林，这十几年，你每次跟我发脾气，我都百看不厌。你美得不可方物，我不忍打断。小心，那可是真家伙。莫莱塔，意大利名将，历经数位奥运冠军之手，收藏级的古董。你看，连子弹都是银制的。还有子弹呢？这撞上就能杀人吧？这把枪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啊！你得有合法的持枪证才行。白玉姐姐之前可是专业的射击运动员。大叔，你紧张什么？这又没警察。哈哈，守法可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还没请教，您是哪位？那你又是谁啊？不好意思。林涛，林涛，到！为什么那么主动给赵宏宇安排工作？我就是想送万正刚一个人情，好让他以后帮我的忙。咱们随意吧，啊。人还没到齐吧？啊，小刘吃过了。不是，我是说孩子，不等孩子了。我没要孩子，从未打算要。我不喜欢小孩，这点你们俩倒是挺像的。谁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呢？我以前做社会新闻工作的时候，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什么孩子染上吸毒之类的恶习，天，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麦教授认为，教育可以塑造人，可我认为，一个人的优劣大都是来自于基因。那以后你们的财产谁来继承？不是我们，是我。你看这一切，都是我辛辛苦苦、勤勤奋奋工作得来的。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关于怎么养活自己，就不用你来教我了。可惜了。我的工作呀，被你老公搞黄了。我说的工作可不是穿着短裙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小林，话不好这样说的。你不穿短裙，不也才几年而已吗？我想起来了，我的那个秘书啊，最近正在休产假。
你，就是你，你敢不敢到我的公司去上班呢？你们公司敢不敢让员工穿短裙啊？我们都是跟艺术品打交道的，这个我们很自由。来，林总，我敬你。好啊，敬你，来敬。好，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好，谢谢，谢谢。九号木，想拉他入伙，但九号木买卖太大了，只有外国买家才吃得下，所以中间人只能手板正刚。小林，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这叫犯罪，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原来做过法制节目，法律的事情我比你懂。林涛就是让你介绍几个外国朋友给他认识认识，至于他们怎么合作，我们不参与，我们不知道。你这叫自欺欺人。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沾顾晚生意，因为这池子水太浑，出淤泥而不染是我的毕生追求。介绍费，他愿意出这个数。我是做学问的，钱对我来说不重要。那钱对赵宏宇重不重要啊？我之所以同意他住在这儿，是因为我知道你觉得欠女儿的，可这是我家，当他是敌人还是客人取决于你哦。嫂，早上好。你这一个月10000多块钱给的，算是喂狗了。他现在嘴硬，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女儿究竟对他有多重要。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搞定他，不靠他女儿，得靠我。我想让他哭他就哭，我想让他笑他就笑，他还以为他是自己想哭自己想笑。警官，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这么问？不然你们不会平白无故来问林白玉的事儿。你们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线索，我会争取戴罪立功。啊，林白玉已经死。林白玉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相信林白玉，我就是被他拉下水的。他是罪魁祸首，别相信他。赶紧走。投资方很认可我们的产品，但是对你的表现非常不满。本来今天是要签约的，投资方说再等等。为什么不接电话，微信也不回？你到底在干什么？邵宽城，你去哪儿了？能回我一条信息吗？当初创业的时候，你说3个月之内肯定离职，结果呢？3个月过后又3个月，你是不是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这案子是你破的是吧？对，你看，这个就是我。缴获毒品325。哎，你厉害啊！你站这么远都能认出来。没你厉害啊！
就这么会儿，这视频你都看四遍了。禁毒支队赵宏宇，邵宽成，刑侦支队文物大队的。哎，你们俩。郭德宝，男，1965年生，原西京电影制片厂美工，在文物武器方面自学成才，对文物断代及寻找古墓位置非常在行，擅长爆破及自制武器。自2005年左右起，于西京市郊县组织多个盗墓团伙，疯狂进行盗墓及倒卖文物等犯罪行为，导致大量文物古迹损毁或流失海外。一个月前，我们在查处一起文物走私案件时，嫌疑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郭德宝回到了西京，在策划一起叫九号墓的大案子。通过对监控录像的调取，我们果然发现了郭德宝的行迹。他在一个月内两次进出这间金舍艺术品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及董事长叫林涛。我们对金舍公司进行了排查，发现除了几起来路不明的文物交易外，并没有发现该公司和郭德宝之间的非法往来。之所以还没有正式传讯林涛，主要是担心打草惊蛇，断掉了郭德宝这条线。嗯，好，坐。听了这么久，这个郭德宝又不贩毒，为什么要找我们？小赵警官是直截了当啊，真好。是这样的，我们在摸底金舍公司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占股30%的股东，他叫林白玉，跟那个林涛是同乡。他的身份吧，我不说大家都知道，他是咱们西京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是他的另一个身份，他是西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万振刚的妻子。这是李队长做的行动方案，你看看，你也可以坦诚地谈谈你的想法。你要是不愿意，领导们是绝不会勉强你的。小赵警官，我也实话实说，选你，当然是考虑到你跟林白玉一家的特殊关系，这样便于接触金舍公司。红宇，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在座的领导会尊重你的决定。他姓万，我姓赵，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李队长，你凭什么认为万振刚会认我这个女儿呢？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吗？说。这本《谁在收藏中国》是万教授编写的。你以前叫万俊，对吧？在1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反观唐代，无疑有两个女人最为知名。一个是把李唐皇帝赶下台并取而代之的武则天，一个是让李唐王朝彻底走向衰败的杨玉环。而站在这两个最具传奇性女人之间的，就是挽救并延续了武氏一族显赫地位的，并为自己选择了继承人的武惠妃。当时唐玄宗本想立武氏为后，结果竟遭满朝文武公开反对，最终唐玄宗不得不被迫选择妥协，昭告天下册立武氏为惠妃。皇帝宣布惠妃为后宫之主，宫中所有待遇等同皇后，实为无冕之后。而后来乱唐的杨贵妃却因诗人、戏剧家、文学家的传唱千古留名，武惠妃则被摆到了正史的边缘，几乎被人遗忘，竟然连墓冢都无人问津。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但女人是男人的影子和镜子。纹身行吗？所以
女人也是中国历史的影子和镜子，许多事因女人而发生，因女人而结果，因女人而真相洞悉，因女人而扑朔迷离。你比爹让胖点儿。为什么您要我送的？难道您不怨恨我吗？恨。不过，我想了解一下红玉的另一面。他只是这一面。其实。我算不上了解红玉，我很惭愧。我们的搭档也不是很默契，但是我坚信，红玉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警察。红宇回来了，你吃饭了吗？嗯。红宇下班了。嗯，那工作太无聊了，我不想去了。啊，回头我跟林涛说，你先回房间休息吧。嗯。你在这儿干嘛呢？打火机没气了。你认为万教授会有打火机吗？我可没你了解他。他有吗？高级。
小刘说你们家不准抽烟，到底有没有这规矩啊？这是我家，规矩是我定的，我说谁能抽，谁就可以抽。感恩。你老公呢？他今天有课，一早就出门了。他临出发前让我转告你，今天别忘记去派出所找邵警官。哟，我把这事儿给忘了。谢谢万太太，不打扰了。放心吧，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审审的。好，随时联络，再见。你说我是不是史上最高调卧底，跑到派出所送情报？这点子谁想的？得请他吃个饭。高，太高了你！刚才电话林白玉给我打的，他看到你在万正芳的书房里鬼鬼祟祟的，怀疑你偷东西。他怀疑我偷东西，说明彻底相信我是小混混，这有什么问题吗？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怀疑万正刚吧？万正刚是林涛公司的顾问，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他有大量的海外关系，其中就有不少做大宗交易的雇佣商人，所以会不会存在这样一条犯罪链？就整个九号墓的案件，都是由林涛出资郭德宝盗墓，万正刚负责销赃的。我好像明白了，哎，赵宏宇。你之所以那么痛快地参加这个任务，是因为你恨万正刚，你巴不得他是个罪犯，这样你就可以抓他了，是吧？我并不知道万正刚是什么人，我只知道我是一名警察，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嫌疑的人。你还知道你是？我再强调一遍啊，你的任务是调查林涛，不是万正刚。首先，你不是我领导，不要命令我该干什么不干什么。其次，你的工作是把我调查的结果汇报上去，我就是个传话的。另外，确实找到证据了。真品。那，初步检测唐朝的宫廷物件，更具体的要交给专家了。哎，这就对了。之前盗墓集团盗的几座陪葬墓都是唐朝的，这就说明万正刚和这盗墓集团肯定有关联。我说咱这脑回路能不能别那么大呀？不是每件唐朝文物都和九号墓有关的。这件肯定有。你看，这个人昨天来找万正刚的时候就鬼鬼祟祟，连看都不敢看我。小哲啊，你教我怎么查？你呢，可以先看看这双鞋限量版，你看金色的，全中国都没几双，就西京这么大点地方，你只要能找到这双鞋，肯定能找到这个人啊。哎呀，你啊，不是我领导啊，别命令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就是一传话的，不负责帮你找破鞋。把玉镯给我吧，我得回去了。这东西要进一步检测，如果是出土文物，必须上缴国家。那等案子结束之后再说，我现在得把这拿回去。哎，别呀，你不混混吗？就当你偷的，多合理。这个给你，这是我在金舍公司查到的东西。哎，张红云。赵玉，你别，赵玉！哎，邵警官，别误会啊，我太太不太了解情况。这件东西呢，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本应该就属于红玉，不算偷，不算偷。邵警官，我可以走了吗？那个，注意言行举止啊，走吧。那你忙啊，慢走。好，
来这干嘛？咱们回自己家看看。故地重游，坐吧。很干净的，我经常一个人过来写点东西，有点生活在别处的感觉。你不是一直他妈的生活在别处吗？彪彪彪彪彪彪！别打我，别打我呀！你打他，打他！哎，你打他！啊！俊俊，数够二十下啊，不许赖皮啊！君君，你怎么跑屋顶上去了？赶紧下来。嗯，警察抓的贼是要奖励的，但是俊俊今天不听话，又爬屋顶了。今天只能奖励一颗糖。啊，去玩吧，小警察。俊俊，我妈姓赵，我叫赵红宇。红宇，我知道你心里怨我，甚至恨我，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可是这些年我真的一直在找你们。有一次我已经找到你们家了，想见见你，可是你妈跟我只说了一个字：滚。第二天你们就搬家了。都是我妈的错。啊不，我知道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对你妈妈来说我是个坏丈夫。可是我当初和林白玉的关系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堪。我是个读书人，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把我的所思所想研究发现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写到高兴的时候我恨不得喊出来，叫出来，甚至跳起来，仿佛那个时刻我就是古人，我是皇帝，我是诗人，我是酷吏，我是战士。我都多么希望你妈妈跟我分享着大唐盛世千古诗篇。可是每当我给你妈读的时候，你妈不是中途睡着了，就是让我小点声，怕把你吵醒了。可是林白玉，当我第一次读给他听的时候，他哭了。那他现在还听吗？当然，现在我很少给他读了。但是他能让你在电视上读啊。当然，是的，我承认我的有些选择是错误的。但是红宇，现在谈错误没有意义，我想做的就是补偿。红宇，这个呢，是你奶奶留给你妈妈的，你妈妈走的时候没带着，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这件东西是很有灵性的。我妈不要的东西，你认为我会要吗？红宇，我知道
我们的感情需要慢慢培养。没关系，我们就在这里培养。这里有你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气氛，甚至熟悉的味道。你不喜欢林白玉没关系啊，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装修一下，按你喜欢的风格。红云，我想这个味道你一定熟悉。觉得红雨恨我吗？我想他希望能恨你。带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黑纹的笑脸还一如从前。上一个切我哥的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不，万教授又怎么你了？李队他们呢？不是跟你说一会儿有抓捕行动吗？人在那儿呢，正交易那只玉环呢。哦，人出来喝个茶就交易了，你就要抓人，有证据吗？直觉，抓错了吗？你让我们李队脸往哪搁呀？我重申一次啊，你的任务是盯林涛，不是找万教授的茬，能不能专业一点？行行行，我跟这盯着，你回去上班去。你别给我偷偷溜了啊！装个样子啊！不错。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几经招，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身处天之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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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人应该就是买家请来的鉴定师。这已经构成倒卖文物罪了，一级文物的话，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出的没错吧？你倒什么都知道啊。哎，你别去啊！你去了一会儿暴露了。你去跟着他啊，你去跟林涛，好吧？盯林涛去。
喂。啊，我很快了啊。你先拖一下。不行吧？直觉，别动！那可是国家一级文物，你是真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跑。我以为遇上 Jeffrey。 你少跟我抖机灵。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交易，为什么还要买？我是做投行工作，我名片在我的钱包里，你们应该确实了。我真的不是什么文物贩子，我也是帮忙有忙。我平时也爱搞收藏，跟范教授有多年的老交情了。要是换了别人，打死我也不会收。啊，二位请留步。现在台里啊，一切都看收视率。我们会好好做真人秀的，不枉费范教授把时段让出来。你好好干，坚持下去。这些年台里越来越留不住人了，有能耐的都走了。没关系，我还年轻，扛得住。慢走啊！好啊。说吧，他多少钱卖给你？没有钱。我答应帮他在香港弄一笔500万的信托基金，受托人是他女儿焦红宇。他还让我在国外帮他练习学校。他想送女儿出国读书。小林，你干嘛？干嘛？擦枪啊！给我。至于吗？好久没摸枪了，得练练。别生气吧，生气对身体不好。你幼稚不幼稚？像他这种没脑没胸没屁股的小孩，我能把他放在眼里？对对对，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另外啊，我觉着也没……倒是你。唐氏讲坛结束了，没人找你做节目了，你就没有危机感吗？他是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一辈子的干干净净，现在要上电视，正红着呢。明星对他多重要，他能顶着违法的风险，就是为了孩子。你说，我能不帮他？文正刚刚没告诉你说，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说了，是他们家的祖传。教授，我准备走了。啊？什么？搬走。啊？为什么？去老房子住，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红宇，你姓万，我姓赵，我凭什么老住在这儿？你是我女儿啊，不管你姓什么，我姓什么。
我们的血缘决定了我们的父女关系嘛。你要去哪儿啊？我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自己来。你记住了，你没有女儿，从来没有。我知道你在气我，但是没关系啊，只要你肯留下来啊，你可以天天气我，好不好？红云，我的计划好了，让你出国，让你见见外边世界什么样。红云，放开！红云，我给你安排了一笔基金，以后你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啊。当然，我们可以先不让他知道。他和林涛偷情，你放屁！西京酒店2508号房，你可以去查是不是林涛的长期包房。你放屁！你们放屁！警察出入！婉君，我怎么做才能停止你对我的报复？你就这么想彻底的摧毁我？好，连我带这个家一起摧毁，好吧？摧毁，摧毁，来，摧毁！你要再敢背他头，人我赶紧弄死你！你找死呢！口气不小，你妈不是我的对手，你更不是，蠢货！装子弹了，开枪！红云，红云，红云！哎呀，我求求你们别闹了！开枪啊！赵红云，把枪放下！我命令你把枪放下！赵红云，开啊！赵红，前几天是撬锁，今天是开枪，过几天是不是要杀人了？我是因为给你面子，对他已经很客气了。可我也是有底线的啊。对，是得有底线。你干嘛？你告诉林涛，我愿意跟他合作。你怎么想通了呢？是时候改变自己了。我愿意合作。不光让他坐牢，连他也得坐牢。现在案子有了关键性进展，万教授主动愿意和警方合作。为什么呢？真实原因不太清楚。据他自己讲，他不希望他妻子因为在金社有股份而沾上犯罪的边儿，他想保护他，怕他受人诱骗。既然你们有了万教授，应该就不需要我了吧？
我就准备归队了。得等林涛归案，你才算真正完成任务。抓紧时间准备，也就这两天了。通知孩子们，明天下午去三叔家拿工具，晚上进果园摘果子。你也来吗？当然，我也想进果园去看看。别忘了给孩子们发红包。侯宇来信了，郭德宝准备行动，明晚就回项目去。好，马上联系特警，通知专案组所有人准备收网。是。万教授，买家的事儿就拜托了。顺利。侯爷，晚上回家吃个饭吧。约了朋友。宏宇，老房子那边我让人简单装修了一下，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过去看一看。是啊，你那边我也回不去了。啊不，如果你同意，我愿意搬过去跟你一起住。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吧。你等等。帮我换张床。以前那小了，睡不下。好的，好的，好的。哥，通了。通了。啊，拍点视频。给林老板发过去。好。看这样子，魏府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可以动手了。好。胖子，你就别去了。留这儿等红玉。警车到了吗？我现在马上过去。厅长，我出去接一下林老板，您把洞口清一下。好，来，你在。被通知了，林涛已经在路上。这样子，郭德宝能有空收到钱了。通知罗队，立即行动。
点胆子，还盗墓。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加点速应该能赶上我们收队。我发位置给你啊。发现郭德宝？什么？不好好了，伤口不是很大，不会破相的。谢谢啊，这是我从今以来最刺激的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吧？你不是办完这个案子就要辞职了吗 ？CEO， 办了这么大一个案子，也算爽过了。为什么不当警察了？可能是想让自己显得比较有出息吧，但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我也不知道。哎，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呢？吃糖吗？小淘气，有日子没吃过这个了。你请我吃糖，我请你喝酒。
正好呢，接受任务两个月，咱们庆祝一下。老爸，你干嘛去啊？帮警察一个忙。留神脚下，万教授。别唱了，没唱完呢。石锅丢了，怎么搞的？这么大的石锅，怎么能说没就没了？你们是怎么看管的？赶紧去找。没事吧？没事。这有个盗洞。有个盗洞。王志也发现异样。
道都出口呢？啊，对，今儿不回去吧，跟队里凑合住一宿吧。哇，太酷了！那咱们离发达就差一步了哈。要我去单位接你吗？好啊，那个不用来接我了，我明儿自个儿过去。放心吧，一定不迟到啊。好，明天穿蓝色那套西装。啊。老井，哎，头儿，现在石果不见了，是不是应该派人去调查一下万教授？理由呢？林涛和郭德宝已经落网，林白玉也失联了。万教授是九号墓关系圈里唯一有能力也有嫌疑盗取石果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进过墓穴的。你先上车，我马上。什么意思？有道理，下午你去万教授家排查一下。哎，头，我下午真有事儿，而且你不是说这案子一破我就那什么了吗？你觉得现在这案子算是破了吗？李队，我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忙吗？红月，这次真是多亏你了，我这就正式通知你，你的任务结束，你可以回到缉毒支队了，领回你的配枪和证件。你为什么怀疑万教授？我没有针对他，我就是觉得毕竟他和这个案子有关联，我们应该排查一下他的嫌疑。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你连石果都找不到，他帮了这么大的忙，你们还怀疑他？你到底有什么证据？没有，直觉，就像你一样。师傅，前面靠边停一下。你去见你的资本家，我也得找机会跟他说实话。靠谱，老赵，哎，还跟你说特别靠谱，哎，我去就是瞎子摸象，你去才是一举两得。少卖乖了，下周那顿饭你买单。必须的。小尚，尸检已经完成了，我觉得你还是亲自过来一趟比较好。这是在赵宏宇食道里发现的一颗没有完全融化的糖果，他的嘴里也有残留的糖分，也就是说死者在死亡之前嘴里含着糖果。然后我们在他的袖子里发现了这张糖纸。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我没说话呀。哦，我是说赵宏宇，这张糖纸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什么。
求求你们不要取消这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好不好？求求你们，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真的，我求求你们，因为我有话要说，否则我会憋死的，我会崩溃的。子弹其实并没有给内脏造成致命伤害，赵宏宇的死因是失血过量，如果能早送到医院十分钟或许还有希望。喂，哎，马姐，不好意思，还是我，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赵宏宇的腹部先中枪然后吃的糖？从尸检的结果来看有这个可能。好，谢谢。警察，哎，文物局长，干什么？哎，你怎么进来的？哎，你有出入证吗？哎，我们正在录制节目。关振刚涉嫌盗窃文物和谋杀，跟我去局里。哎，说这样的话要负法律责任的。哎，你干什么？主任，哎，我认识你们大队长李静，你等着。说我涉嫌盗窃和谋杀，我偷了什么？我又杀了谁？等到了局里，我慢慢跟你说。说什么？真相。这个世界有真相吗？别冲动！拉住！慢点了，慢点了，走，这儿交给我们处理，您先去休息，您先去休息。二十高，哎，接你队长电话，快点！李队，我都听到了，什么也别说了，你马上回队里报道，我在办公室等你。我跟万志刚一起回。赵宽城，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当警察的时候你想着创业的事，现在让你好好创业了，你又放不下警察的事，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想当警察还是想创业？不想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那个叫赵宏宇的女人对你很重要是吗？那天本来去请万盛刚的人应该是我，因为赵宏宇你最担心的事情才没有发生，是他替我去死的，你说他对我重要吗？对不起，替你去死我做不到。干！哎，没你这样的啊，不喝了怎么？你请我吃糖，我请你喝酒。
大码的鞋。你说什么？你穿多大码的鞋？那行，再说吧。别闹了。哎，干什么？抓过很多盗墓贼，他们只拿死人的东西，他们从不杀人，他们管这叫道义有道。作为一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万教授，你的道呢？脸怎么了？让人揍了。揍我的就是这双鞋的主人，他的名字叫杨戬。没错，他就是杨戬，外号穿山甲，我徒弟，特别会打洞。我不认识杨戬。我说你认识他了吗？不过，就算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杨戬也一定会把你供出来。郭德宝，静宁的位置又不是只有他知道，我也知道。他能找万教授，我也能找。郭德宝那套已经过时了，现在都是啥时代了，对不对？得讲个科技创新，我们这行也一样。这是我的诚意，万教授，好好考虑考虑啊。会议下班了。你是怎么把石果偷走的？就是你们封锁现场那天晚上嘛，你们封锁我就动手。差不多12个小时吧，就挖到墓室了，然后切花了差不多10个小时，起重机一拽就出来了。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早下手啊？万教授说的，我愿意合作。万教授父爱感人呐。他会恨你吗？郭德宝肯定会。那你怎么办？反正我不想杀人。没人想杀人，但是你可以让他坐牢，不光他要坐牢，林涛也要坐牢。他说警察破案之后肯定会封锁现场，那时候才是最好的动手时机。我今天再请你去公安局，你应该不会再撞我了吧？好，让我录完节目，我有话要说。我最想听你说的是，红宇是谁杀的？林白羽。真的吗？千真万确。你还是跟我走吧。真是林白羽开的枪。你怎么来了？你就这么不愿意见到我？焕然一新呢，万教授，你可真够用心的。你不是跑了吗？我为什么要跑？我
我不过是因为家庭生活压力过大，自己出去放松几天而已。我想明白了，既然我没有孩子，宏宇就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让我可以体会一下做母亲的感觉。宏宇或许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契机，你觉得呢？你觉得警方会让你轻轻松松的重新开始吗？当然会。我之所以和林涛走那么近，就是想调查他的犯罪证据。我很早就知道他的那些勾当了，也告诉过你。你难道不是因为我才和警方合作的吗？明白了。你是让我替你在警察那儿洗白，林白玉，你哪儿来的自信？或许是他给我的吧。你可能忘了，我除了是你老婆，还是你的制作人、经纪人。你的账户也是我在打理。你当然不知道，你是做学问的人，钱对你不重要。我给你普及一个常识吧，你和我的卡都是关联的，你的每一笔转账都会通过信息提示我。石果被盗的消息传得满天飞，我分析不出来跟这笔转账有没有关系，但警察可以。万教授，你做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你。我又开始崇拜你了。我又看到了你的智慧、魄力，就像以前一样。我继续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我能给你的，我都给你。给不了的，我拼了命也给你。你这是在搞促销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真他妈恶心！恶心？你他妈才恶心呢，万正刚！这么多年你吃我用我睡我，白吃了白睡了，这不要脸的老王八蛋！好啊，把手机交给警察，让咱们俩同归于尽。淫妇，你就是个淫妇！你有资格跟我同归于尽吗？啊，你倒是应该跟林涛一起暴尸街头。真的，在唐朝，我就是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我都是合法的。杀了你！好啊，淫妇变成了悍妇了。李白玉，放下枪，我是警察。红宇，然后呢？我口供不是说了吗？我不想再回忆了。请不要伤害我的脸，我要录制节目，请保证我的形象。形象对你很重要是吧？
当然。那我告诉你，没有最后一期录制了。你收到的那个短信是我发给你的，你没有机会了。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一个做学问的人，而且是你们的父辈？因为你是个骗子，你是个贼，你还是一个杀人凶手。在唐朝，我就是杀了你们这段狗男女，我都是合法的。王八蛋！你用口水催我算什么本事？这些年我一直用心在催你，你个人性之恶的结合体。我就骗你，没错，我收了买家的佣金，我让人偷了石果，我让你们俩求财不得，我气死你们这对狗男女。开始妈的杀了你，淫妇变成了悍妇了。你们放下枪，我是警察。你怎么会有钱了？你是？我是警察，去自首吧，去自首吧。你是警察？你是警察？要抓我？你希望我是罪犯？你到我们家，你们怎么都在骗我呀？啊！干什么？俊俊，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要补偿。爸，两清了。这点尊严和形象，我是警察。妈妈求求你，妈妈求求你，我们会重新开始，我们重新修复感情。爸爸一无所有了，就剩这些点形象了。
性子。知道吗？是红宇告诉我你是贼的。我们在红宇的喉咙里发现了这个橘子糖。红宇说，小时候你经常和他玩官兵捉贼的游戏，只要他捉到你，你就会奖励他一颗橘子糖。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女儿吃糖，父亲是贼。警察抓到贼，要奖励吃糖，但是监军不听话，怕屋顶，只能奖励一颗糖。警察抓到贼，要奖励吃糖，但是监军不听话，怕屋顶，只能奖励一颗糖。因为小时候和爸爸玩的游戏想当警察，当了警察又和爸爸一起联手破了案，你们父女俩这个缘分啊，应该有一个完美结局。人有时候其实挺奇怪的，你越想忘记的时候吧，反而记得越清晰。现在案子结束了，你们应该也休假了吧？打算干点什么呀？准备去旅个游，去趟香港或者泰国。然后呢，我还准备谈个恋爱。谈恋爱应该很美吧？静灵石果能够跟大家见面，中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我们首先要感谢劳苦功高的公安民警。
请问这尊石椁值多少钱？谢谢。国家文物法规定，所有新出土的文物，所有宋代以前的文物，均不能进入市场交易。我们更关心的还是这件中国国宝到底值多少钱。如果有人为他献出了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值多少钱？如果是你的亲人，你的兄弟姐妹为这件文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请问你应该给他估多少钱？西安非法走私出国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陵墓被盗石椁，日前呢从美国运回中国。因被盗而流失到美国达六年之久的国家一级文物唐代晋陵石椁终于被追索。这个重达27吨的唐代石椁晋陵被盗掘，犯罪团伙对墓内的一套彩绘石椁进行拆解包装，分批装箱运往广州，并走私。今天下午2点多，被盗墓团伙走私出国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陵墓被盗石椁，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由西安警方移交给了文物部门。武惠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死后被追封为贞顺皇后，而这也是我国首次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回国的国家一级文物。
各位观众晚上好。唐诗讲坛的最后一讲是武惠妃之死。关于武惠妃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设计害死了唐玄宗的太子，遭到报应，染疾猝死。另一种说法是唐玄宗想废太子，怕背夫骂名，而深爱着他的武惠妃知道只有他才是背夫骂名的最合适人选，所以这才有了他死后的风光大葬，被追封为贞顺皇后。那么究竟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相呢？我今天要说的是所谓的真相，那就是你认为的真相，你们认为的真相，我认为的真相。结论是这个世界没有真相。没有真相，没有真相。